好 ，Hello， 大家好，睇完咁精彩入边，不如我俾掌声先开始啦，好唔好咧 ？OK。好好開心啦，喺度做啦，亦都見到大家嘅。咁當然啦，我哋今日咧亦都會介紹重頭戲 Galaxy S 八。咁啊，歡迎大家今日嚟到嘅 launch event 啦。喺度嘅話，我自我介紹先，我叫 David。當然啦，亦都我有隔離個好好 partner Jimmy 嘅。嗱 ，Jimmy， 不如我哋就傾下偈啦。我哋可以講下今次 S 八裏面有啲咩唔同，有啲咩突破。嗱，你就知道我從第一代咧就用到依一家今時今日嘅第八代噶啦喎。咁其實我相信咧，我同你用機咧已經係非常之尖尖同埋要求高噶啦。嗱，今日你係見到。我啊西裝骨骨啦，你亦都知道咧，我係非常之咧著重咧外形同埋設計嘅。我就真係想知道咧 ，Galaxy S 八要點樣去襯我嘅設計，啲咩特別先？今次咧，我哋 Galaxy S 八嘅話咧，會用咗個一體式嘅纖跑設計，有啲咩好處呢？舒適手感，一隻手就可以好舒服咁樣樣拎得到我哋呢一部咁靚嘅手機。另外講緊我哋呢一部手機嘅話，前後個玻璃都係用咗一個 3D 嘅對稱邊框設計啦，拎住隻手嘅時候手感會更加舒服。當然我哋亦都有一個特大嘅熒光幕。幾大呢個熒光幕 ？S 八嘅話會係講緊係 5.8 寸熒幕 ，S 八 Plus 嘅話會係 6.2 寸嘅熒光幕。另外兩部機嘅話個屏佔比啊都會去到 83% 咁多添嘅。83% 先啊，同埋咧我記得咧以往咧我都介紹過 S7 嘅上一代，但係當時咧我個意思我都成日都話無邊框嘅設計嘅，但係以前嚟講咧我就會講左右兩邊，但係今次去到 S 八咧可以話係上下左右，大家咧一陣間咧拎上手嘅時候咧已經咧會見到咧今次一個非常之大嘅唔同嘅感覺同埋突破嘅嘞噃。冇錯冇錯，嗱顏色方面咧，講到明我係最著重嘅啦。咁我哋咧香港咧會推出四款顏色，第一隻星夜黑，第二隻幻子灰，第三枫木金，最後一隻會珊瑚藍。咁邊只靚啲呢？四隻都咁靚。咁而且我哋四隻咧，亦都喺今日會場度可以咧俾大家咧去感受一下嘅噃。冇錯冇錯冇錯。咁頭先介紹過我哋機身咁靚嘅設計啦，其實我哋今次咧個熒光幕咧都有一個好靚嘅名俾佢嘅喎。咩名稱呢？無邊際顯示，有一個18.5:9嘅超廣闊屏幕顯示添嘅。咁呢個屏幕顯示有咁大，有啲咩用呢？我哋可以用嚟睇一啲網站嘅時候呢，可以同時顯示嘅資料會更加多。另外睇片嘅時候可以將個黑邊減少，令到你睇片嘅時候嘅感覺會更加好似置身於現場一樣嘅。哦，即係簡單嚟講呢，就屏幕越大睇得越多，屏幕越大黑片越少。嗱，講少少貼士俾大家聽，一陣間咧，大家咧，其實我哋啲機咧好多影片嘅。當你咧其實播影片嘅時候咧，你拎住部機咧，好似淨係感覺咧，就係睇到個螢幕，拎住個螢幕咁，個機身咧近乎咧係睇唔到，一個會震撼嘅感覺，絕對俾到大家。冇錯冇錯，咁我有介紹到。等等，我要復 WhatsApp 同埋股票嘅嘢，講住先，唔得閒。哎呀 ，David 好想介紹呢樣功能俾你啊！呢樣功能啱曬你啊！啱我？係啊，我哋有個叫全新嘅 Smart Windows 功能。有啲咩用呢？我哋可以將我哋成日要睇嘅一啲股票啊，或者啲足球嘅資訊啊，全部放咗喺手機嘅熒光幕最頂部。無論你開啲咩軟件，照樣都會同樣顯示翻喺手機嘅熒光幕嘅頂部，隨時可以做到一個一心二用嘅效果。哦，即係其實啦，亦都將我最重要嘅網址，即係例如我睇股票啊嘛，升跌當然係最緊要啦，係咪？咁我就淨可以咧 cut 咗佢，然後喺上面啦擺上去，下面咧可以繼續 follow WhatsApp。喂，咁如果突然我想睇下 YouTube 得唔得先？梗係冇問題。咁一邊 YouTube 一邊可能 follow WhatsApp 得唔得先？一定得，啱曬你。哇，咁其實亦都啱曬咁多位啦，香港人咁非常之忙，係咪啊？冇錯，其實除咗講緊個熒光幕之外啦，我哋另外一個特別嘅地方咧，我哋今次手機上面會有一個虛擬嘅主頁面嘅，有啲咩用途呢？我哋如果係睇緊片嘅時候，想大力少，只需要大力少少撳實中間個按鍵嘅話咧，即刻就已經可以翻返去主頁面嗰個位置噶啦。哦，即係其實佢似冇，但係其實仍然存在，只要我大力少少就撳翻出嚟，包括非常之貼心嘅功能嚇。嗱好啦好啦，嗱我當俾你頭先講咩 design 啊、熒光幕啊嗰啲，全部係贏咗啦屏幕嗰度。咁不如俾我講翻少少嘢嚟，好嘛？嗱，我相信咧，大家咧其實咧而家咧喺一部手機裏面咧，都擺咗好多自己重要嘅資料。咁其實咧，亦都個安全性咧係好緊要啦，係嘛？咁我哋咧直著咧依方面嘅話，我哋今次會有個虹膜識別。嗱，虹膜識別係咩呢？因為其實咧人嘅眼睛咧係獨一無二，基本上咧近乎咧係不能夠複製嘅。我哋就係引用咗呢個技術，所以咧喺解鎖方面咧，我哋嘅整體個安全性咧都會推到最高最高。咁而且啦，我哋今次咧會加個面部識別啦，即係拎住部手機，好似平時 selfie 咧自拍咁樣咧，佢就會咧極速解到鎖啦。哇，好犀利！但當然啦，我哋個嚴密保安嘅話咧，我哋會支援啦虹膜識別，係會用到 Samsung Pay 安全資料夾同埋網站登入，務求令到整體嘅安全性會推到最高最高。嗱，放心啊，我講到咁犀利，今日咧我哋亦都咧有個虹膜專區，歡迎大家試下你獨一無二眼睛，試下佢點樣登記同埋點樣去極速解鎖，好唔好啊？哇，真係好勁喎！
梗係啦。喂 ，David， 我想問一下啦，部機手機咁犀利啦，我想問一問，相機有冇啲咩特別嘅地方先？相機當然有啦，咁啊而家有邊個唔影相啊？日日攞部機都影相啦，係嘛？咁我所以咧，我哋咧會用一個評價非常之好嘅 Dual Pixel， 好處嘅話就係低光環境之後。對焦更加快同埋準，而且今日咧，我哋亦都準備咗黑房，歡迎去黑房咧試下我哋 Dual Pixel 呢個威力咧有幾強勁喎。咁，我想問一下咧，我成日 selfie 喎，有冇啲咩功能？selfie 啊，當然冇問題啦。我哋 selfie 嘅話啦，因為我哋咧個鏡頭由以前嘅500万推到而家係800万，而且我哋個新功能就係咧自動對焦，即係大家啦一埋嚟咧成班 selfie 嘅時候咧，個個咧都會咧影到靚仔靚女啊！即係我相信，如果你拎住部 S 8咧。個個都爭住攞住你部手機一齊影相，好犀利喎！好啦，硬件方面啊，當然唔止咁少犀利啦。我哋咧換 Snapdragon 835/10mm 製程，8核心嘅處理器，好處嘅話咧就會更加慳電，同埋整體嘅流暢性咧都係咧會提高咗嘅。另外，我哋今次亦都會支援翻 IP68 嘅抗水防塵功能。哦 ，IP68 即係咧亦都引用翻我哋近年旗艦機一個非常之好好保護手機 IP68。Bixby 智能助手啦，呢個名係未聽過喎，未聽過嚟啊！喂 ，Bixby 有冇成日上網揾嘢㗎？日日都揾㗎啦，咪日點揾咪打字揾佢。咁我哋而家手機嘅話咧，可以代替咗手機相機嘅打字嗰個步驟嚟做一啲搜尋嘅工作嘅。點樣做呢？只需要將個手機對住你想揾嗰件物件，就已經可以幫佢做搜尋㗎啦。好似 Bixby， 我係咪好中意飲葡萄酒？好。葡萄酒我梗係中意飲啦，係啊，啱曬你用呢個功能，葡萄酒只需要將個相機對住個葡萄酒嘅 label， 即刻可以顯示翻關於嗰一個葡萄酒嘅資料啊，非常之啱你用啊！咁葡萄酒，咁我想問一大廈得唔得先？一個地標得唔得先？梗係可以啦。咁我嚟，我想買隻錶，咁我又唔知咩牌子，影一影佢俾唔俾到資料我先？又得啫，我全部都可以嘅喎，即係簡稱一個人機互動啊 ，Bixby。冇錯啦。好啦，咁我哋就講咗咁多 S 8一啲強勁嘅功能啦。咁其實咧，我哋亦都咧喺今年裏面咧會推出咧一啲咧周邊嘅產品、一啲配件啦。咁我哋統稱咧就係 Phone Plus。咁我哋咧就會推出 Gear 360、2017、Gear VR 遙控器同埋 Samsung Desk 嘅。Gear 360、2017有啲咩功能呢？其實大家可能成日都會用一啲拍片啦。咁佢可以拍攝到一啲 4K 解像度嘅360度短片。另外可以做到直播啊 ！David 有聽講你都好中意玩直播喎。哇，係喎，直播其實不嬲有玩，應該大家都有玩過係咪？社交網絡咁，但係冇諗過其實不嬲嘅直播唔係前鏡頭啊後鏡頭啦。咁但係而家咧可以配合埋我哋 Gear 360嘅2017，基本上咧我哋今日咁多人嘅話咧，我都一支拎住全部都入曬鏡，即係等於我啲朋友其實屋企都感受到現場一樣。冇錯冇錯，拍咗一啲咁靚嘅360度短片啦，咁我哋亦都可以通過翻我哋呢一個 Gear VR 眼鏡咧嚟睇翻呢一啲360度嘅片段都冇問題。提供到一個101度嘅高清視野，俾到你一個親歷其境嘅震撼體驗。另外，如果大家覺得操作嘅話咧，我哋今次亦都會多咗個 VR 遙控器嘅，可以做翻個體感操作都冇問題，做到個人機合一樣嘅感覺。玩嘅時候更加得心應手咯，操又易，話玩 game 又正，哇！即係將佢親歷其境推到最高境界喎。冇錯冇錯。好啦，另外咧，我哋今年咧亦都會推出一個叫 Samsung Desk。咁啊，其實咧唔好睇少佢少少個配件，只要咧配合我哋 S 8同埋 S 8 Plus 嘅話咧。再連翻 HDMI， 例如可能一啲熒光幕啦，或者一啲 mon 啦，或者電視機都好，搖身一變就即刻變咗個好似仿似電腦桌面咁。咁而且咧，佢可以做啲咩呢？走去 full screen 嚟，可以睇片啦，或者直接開一啲網站啦，係桌面版嘅，同埋最要咧，可以開啲文件啊。因為咧，其實咧，大家睇得開圖呢度咧，會見到啦，我哋亦都係支援 USB， 例如一啲係 keyboard 啦，或者 mouse。咁即係喂啱我哋用，我哋嚟緊其實出差周圍講，咁啊基本上我哋電腦都唔使帶 Samsung Desk 直接開文件就得嘅咯喎。哇，真係方便喎、啊！好啦，嗱我哋又講完一啲嘅配件啦，同埋 Samsung 嘅 Galaxy S 8裏面啦，我咧今次咧就有個服務咧就介紹俾你，佢咧就叫做 Samsung Pay。我知道今日面世啦喎，喂 Samsung Pay 有啲咩特別啊？其實 Samsung Pay 我哋一個流動支付嘅服務啦，佢有啲咩用？有啲咩用途？有啲咩咁好嘅地方咧？只需要三個步驟，即刻可以。做了一個付款的功能，以後出街的時候咧，手機都唔使，銀包都唔使帶啦。即係我要俾佢口號啊，係咪？一機在手，就天下我走，銀包都唔使帶走，係嘛 ？OK， 嗱唔好咁多，今晚嘅話咧請食飯嘅咧，唔好再話唔記得銀包啦。基本上咧拎部手機三個步驟拍一拍就俾到錢啦。嗱，放心，我哋咧依個 Samsung Pay 嘅體驗嘅話咧，我哋咧今次咧有個專區，大家咧一陣間可以嘗試喎，有翻啲禮品俾大家嘅。
好啦，到最後嘅話咧，我回顧翻三大賣點。今次嘅話咧，我哋最緊要就是第一個就係、是、個原畫嘅設計，拎上手其實非常之舒服。第二，無邊際顯示 18:5:9， 咁啊睇片啦或者玩 app 嘅時候咧，你會更加震撼。第三，我哋亦都會將個安全性推到最高，我哋會支援虹膜識別。香港嘅話咧 ，Galaxy S8 Plus 會推出幻紫灰、星夜黑同埋珊瑚藍，而 Galaxy S8 嘅話，我哋會推出幻紫灰同埋枫木金。啊！亦都我哋同期咧會出 Galaxy S8 Plus 嘅話咧，會有個6GB RAM 嘅版本，6GB RAM 同埋128GB ROM 嘅顏色方面會出幻紫灰、星夜黑同埋珊瑚藍。咁我哋咧推出嘅日期咧喺香港咧就會5月25號隆重登場噶啦，喺各大零售商。而且今日咧我哋亦都有咧唔同嘅合作夥伴，咁大家咧可以問翻究竟佢訂購嘅優惠係點樣？好啦，最後一句 ，Galaxy S8 突破框架，無邊視野。好，我哋再一次俾掌聲大家咁多位好唔好啊？好多謝今日大家嘅來臨，我都非常之開心，我見到大家，咁亦都好開心，拍到 Jenny 你一齊可以講陣咁精彩嘅演講。好，我哋而家咧又請咁多位咧可以起身咧，向我右手邊啦，或者左手邊咧，大家咧去感受下 Galaxy S8 喎。